告诉你，我会告诉我爸的。让你妈出来，你爸这老爷子现在被你气得可不轻了，知道你在夜总会干的那些烂事，现在你什么烂事？什么烂事？我来，你把持着我爸的财政，你出去养野男人。你难道这些破事？我话要说清楚，什么叫做野男人？我有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说的这些屁事我都知道，魏光雄是谁？证据，二杰就是证据。现在军事法那个家庭法庭可以军切的检验出孩子的父亲是谁。你每次以打牌为借口出去就是会你的野男人魏光雄。你不住嘴啊！小贱人，你住嘴！我们录下了你，麻烦你不要进了。二号就是你当年跟那个夜总会你们夜上海的老总一起孙撒，还是我好心把你的小孩帮你养育，诬陷我，栽赃我，你这个婆娘真的是学到了你妈那个小贱货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能骂我妈。你那个骗人，你那个小贱货。你可以骂我，但是我妈又做错了什么？当年我妈年轻的时候，你妈给我出来，有什么你就冲我来，不要冲我妈来。开门呐，让你妈出来。不可能，你给我干的那是坏事。王雪晴，我叫你一声雪姨是对你的尊重。王雪晴，如萍，我的好女儿如萍对你多好，把你当亲姐姐一样对待。可是你呢，你却抢到了未婚夫。过来，舒华，你过来。我和舒怀是真爱，我和舒怀是真爱，好吗？舒怀，你到底是选择我的女儿如萍，还是选择这个小贱人？跟我们如萍订婚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，舒怀？舒怀，给我起来！舒怀，何舒怀，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到底是选我还是选如萍？你是选我女儿如萍？舒怀是我的，你不要抢，他是我女儿的未婚夫。舒怀是我的，舒怀是我的。你给我起来，何舒怀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渣男，给我起来，何舒怀！不是那样子的，不是那样子的。是我先认识舒桓的，不是这个贱人说的那回事。想这样的，你有本事抢男人。我不知道如萍喜欢舒桓。如果我知道如萍喜欢舒桓的话，我是不会的。我的女儿如萍跟舒桓两个在结婚的时候，你跑进来要跳楼，你让如萍怎么做？你让如萍怎么做？你不是要跳楼吗？你不是跳河吗？你倒是让这个何舒桓就出去追你。你让我的女儿如萍怎么做？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装可怜，你这个可怜的模样完全跟你妈那个贱货一模一样。你才是贱货，你才是贱货，没有人可以用贱货这个字来形容佩仪。佩仪是你妈？